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2017到2018赛季世界跆拳道比赛流水，但同时Kuznetsov他有着经验方面的自己的积累，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是Kuznetsov的经验取胜，还是拉林的这个年轻取胜。这样看来，拉林他是去年的年度总决赛冠军，所以直接晋级了本次大满贯赛。但是这也是拉林的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所以在前面我们往往看到这个后出来的选手都没有办法很快的进入到状态当中。但是这样看的话，他们是一个队伍的，因为在俄罗斯的这个训练体系当中，他们是在一个队里训练。像韩国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队的，没错，因为他们有很多队伍来组织。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队友之间的实战训练，所以是互相都知己知彼。但是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因为毕竟面对的是七万美金的高尔奖金。没错，金玉提到了，就是这届赛事确实奖金非常的丰厚，冠军可以拿到，就是运动员加教练可以拿到7万美金，亚军是20000美金，季军也会有5000美金。Deep into the last minute, 应该说这和其他的赛事相比，奖金确实是要高很多呀。之前跆拳道比赛没有这么高的哈，第一次首次有这么高的奖金。高额的奖金加这个双向积分，再加上奥运会的入场券，对，所以这样的比赛，即便是即便是队友内战，也不可能手下留情。对。Back kick attempt there from the Russian in blue, Kuznetsov. Match.在场上的穿红色护具的呢是拉林，更年轻一些的拉林，穿蓝色护具的是库兹涅佐夫。 10 seconds double attempt there from Kuznetsov, the lesser spotted double from the Russian there. 对抗非常相互太了解太了解 besides the headshot in the end, 他们也不会 nothing doing on the score, got the fighters to let loose here. 你打到第七场最后是什么感觉？ Kuznetsov in blue就没感觉了吧？那时候打的是越打越兴奋，越打越兴奋。对，因为你一直赢嘛。这个话说的特别有底气，就喜欢听这样的表达。就越打越顺了。Still not kicking。双方第二局的比赛。There we go, back on turn kick, letting it go now. He's got all the skills. 感觉。所以他们这种打法应该是一种在技术的在磨技术，就看谁技术好能够得分。而且他们也不存在说谁对谁有身体上的优势，俩人都差不多。对对对，而且他们也不会去拼尽全力从第一局拼到第三局，没有意义嘛。但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太赞成他们这样打比赛，因为这样打下去，对于运动员来讲，他最后会那种战术的感觉，还有自身的这种意识会差一点。其实到了最后，在下一场对其他对手的时候，这种队友是这样，就像我说的，我就有这个底气，我就要赢。就是你破坏你的连续性。对对对对对对对。好，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暨奥运会外卡赛。今天是女子负49公斤级和男子正80公斤级的比赛，目前共有59个端口，33家网络同步直播该赛事。12点左右，各家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为76016人。Twisting kick there from Kuznetsov. Nothing to shout about. Last 15 seconds. Well, if you thought the first round.这两个选手之间获胜的这个胜者要面对刚才伊朗的选手马尔达尼。马尔达尼。对。What your thoughts are on the second? Likewise. 确实太了解。Semi-final still to come. 他们两个人把自己兴奋的程度降下来。Just waiting for the quarter-final to come. A slow, steady, static. 不管是谁晋级到接下来的比赛，都给你留相对充沛的体能。对。Both men know each other.第三局啊，看双方的这种架势就有点不太一样了。Or indeed in training camps, very hard to surprise someone that knows you so well. 而且呢，出腿也开始发力。Kuznetsov and Larin, well, neither finding any options at the moment. 刚才Larin扑了一下，顶着库兹涅佐夫，差一点这个失去平衡。但是他们打的还是非常的单一，还是非常的默契。哎。两个人就是你来一下，我来一下，而且这个动作都差不多，使用的动作都差不多。对。哎，你看，
同时，这就好像有时候我们看电影一样，终于有一个有效的击打，来自于拉里的这次的击打。这是拉里先发难，先得分之后打破场上的平衡，这就像是在这个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了一颗石头子儿。所以说第三局一定会开始打。古兹涅佐夫刚才的这个上头啊，让自己又占据了优势。只要场上的平衡僵局一被打破，后面就好说了，因为就逼着落后的一方去需要做出动作。好，拉林被罚了一分，现在是2-4落后。对，拉林再不打，可能他第一场比赛就要结束了。High stakes indeed, two-point game. 在前面已经进行的这个五场比赛当中，body shot underneath there from Kuznetsov found the space. 身体的躯干的击打。近距离去外线。Excellent attempt there. 然后踢有击中，电子显示牌上击中是达到了六的点数。Good shot from both men. Beginning to commit to it now. 男子正八十，他的力度值是28。It's a tactical battle. Now it's turning into a physical fight. 如果刚刚那六的力度值踢到头上就有了。Likewise, the front leg to the face there from Kuznetsov into the last 10 seconds. The game John Gibbons three-point game.八秒钟的时间，落后三分。Push kick there from Kuznetsov, back kick round the corner. Excellent there. Roman Kuznetsov, well, he's going to seal it. Slips round the corner, sees the back kick coming, and sees off Vladislav Larin.